最新一期的《天天向上》母亲节专场，相比温馨的场景，看哭了许多人，更让母亲这个角色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有新的观众发现，去过现场录制过这场的人回忆到，许多王一博谈及父母的细节被大量删除了。毕竟王一博的粉丝关注《天天向上》就是为了看他，没想到很多细节处的镜头都被删除了，这让许多人意难平了。总之，从现场录制观众的 report 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原来天妈删除的需要细节确实存有争议性，怕是会给王一博造成影响才会删除。毕竟天妈对于这个幺儿的关心，肉眼可见的宠爱，再加上确实王一博够实诚的，说的太多细节的东西确实有些具体了。不过都知道王一博的小名可是曝光了，包括由来还有后续的事情他都吐露了出来，那就是妈妈怀一博的时候，因为吃了特别多的水果，所以才会长得特别的白，甚至王一博小时候头发都是黄的，才会不停地剪头发。孩子长得白不白的问题跟父母基因有很大关系。还有王一博跟妈妈的照片也没有出现，并且他妈妈多大年纪这个孩子都实诚地说出来了，26岁的时候生的自己，并且貌似比韩哥大几岁而已。最有趣的一个细节被删除了，就是王一博本来认真讲述被打经历，结果被哥哥们起哄变成了搞笑现场。天妈对于王一博的镜头都会深思熟虑的，毕竟现在热度这么高，自然需要好好保护着。